大家来到广东普宁一处深山之中，在这里啊，发现一个在深山里面的村子。大家看，这里写着"绿水青山"，就是金山银山。这个村子坐落于深山之中，同时这一个村子也是革命先辈谷大春曾经在这里驻扎过的一个村子。虽然说这个村子在一个深山里面，但是这个村子还是有人在这里居住的，像。视频前面这里就有一个主持，同时在这个墙壁的一个彩画这里也有这位革命先辈谷大春的题诗，这里写着"答劝降诗"，应该是在革命时期，然后国民党要来这里搞一些政治活动吧，然后这位。革命先辈谷大春，他是拒绝投降的。这里写着"又习兵戎，未习时，诸君何意强留题？江南美味你先食，塞北寒风我自知。解带截将军战马，撤袍割袖补征旗。雄师百万临城下，且看先生拱手时。"写了这些诗句，非常的波澜壮阔啊。这里就是这个村子的一个祠堂，叫做钟祖祠，应该这个村子是姓钟的。好，在路好。您怎啊？这个顶是小破人的小开来个。好嘞啊！哦，破人。啊。看你这每个字，你这要刻成几行哈？我写上你啊。啊。我写上你，还得刻38号。38号，大体他们就还没有多少刻刻呢？有啊，但是像你这不能刻。不能刻呢？哦。那但是这平时的话，个人手比较简单吧？还借的我呀。哈哈哈。要录改的就看下去，是啊，降低了就吧。哦，好，降低了可靠多。降低还蛮多老师啊。哦，老师啊，嗯。有这个比较在更加好的是你这个手游信号，啊，挺好。啊，你在手游信号。哎，我上周有关乎这个江秋杯啊，啊，江秋杯。哎，江秋杯啊，都不玩信号。不，哎。啊，叫我。啊。因为我在，因为我们该说的该不用念嘛，给老子该点么么该说的该老革命，老革命课，哎对了，你我都讲有没有这个古代从这个历史记载吼，那伊当时是都进行里头。多少米啊？多少米啊？该探多少米啊？哎。你自己刷去就多少米啊？我们该全部该有够只啊？哎，有够只。有够只啊？你包括少米，如果多，还咪有够只啊？你要这边说说够只来吹吹掉来无？会啊。都多少米去？多少米你头这摆啊？要套路敌人不？你办买这个游泳池，干咩？你个口碑上来多个挂着下，个咩？该就个谈多个咩？一现在个多个咩？多个咩？个比赛啊？你要加水？创波啊？多几个咩 Q 呢？哎。你个这路基础是咩个？哦，个笔尖要金。哦，要金笔。哎，要金笔。哦。要金。你要刷机，单笔哦，我单笔多点下跑。这套还蛮是自己做的呐。是啊，我家己都是买企业嘛，企业棚嘛，用这个棚。你这套咩？这上面电哦，另外比较只小一点。好啦。哎呀，电哦比较只小一点，销量比较好。销量啊。哎。要金，要金加单笔，全部销量都是好。哦。然后这个价格啊，价格多少钱？价格放当地就一担多斤，你得背。背。嗯。该送双币，你要减大概你得担60斤。哦。斤币。这样是咪噶？减啦。这样减啦，这样减啦币。哎，这样要减。啊。你面顶出咩嘞？哦，这样双击。哦，双击，哦。咩得担得背？那这样呢？这是应该是送红米的吧？啊，是啊，这个当地。哎。嗯，那反正都在那么点，无人机求过你。这上面应该是我
个人爱好呢。可以直接点很多吊灯啊，建筑师啊，他做到内容呀，要等呢，半年才做起这个项目。今年我可以就在扩建一下摆一个个公园，了落去呢，下摆就可以向来收钱。加两条长棒，就啊做到个路也袂了。哎，因为这个要该属于该路。你当时这个像你除了啊，这个古代村这边做过了，还有其他革命设备这边无？有啊，古代村、村乡镇，大家现在全部都经过搞着来啊。村乡镇这边啊？嗯。哦。这个村子虽然说是在一个深山里面，但是这些村的一些基础建设做的是蛮不错的，像地下这些都已经是淋上水泥了，收住也是非常的方便。特别是这个村子在这个深山里面，然后这里这些空气也是挺不错的。那如果说当这个雨水比较充沛的话，这个村子作为一个旅游点也是非常的不错，特别是这个村子在革命时期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革命先辈的一些足迹，像这里啊就有画着毛坪村伏击战，同时这边过来这个墙壁上也是有画着一个彩画，这个彩画叫做大王石洞。好，老弟好。我好，嗯，来来坐诶。啊，坐下坐下，我来做个记录，只要想请假。哦。我自己透过啊，做上面做阿多，我先啊，高台冲到遐，所以。所以个咩？嗯。看你可能到哪？阿咪走未向。未向哪遐？诶，未向。哦哦。诶，坐在日暮做咩？有江水涨，无得塞车就靠后面去。哦，就是。诶。